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速递，我是你老朋友翟老师。现在咱们首先来看 Meta 将骁龙超分辨率技术优化后的 Quest 超分辨率功能，全名叫 Meta Quest Super Resolution， 跟 FSR 一样，都是无 AI 参与的超分辨率功能。其实当初 VD 更新支持 SGSR 的时候，我就说了，到时候整个 VR 一体机的游戏都应该是可以支持的。目前来看 ，Meta 的效率还不错，2个月不到就跻身到了开发包里。根据 Meta 的开发者网站的文章 ，Quest 的超分辨率功能比较适用于尚未以1:1显示屏分辨率渲染的 VR 游戏。事实上，几乎所有目前的 VR 一体机游戏渲染分辨率都是不满足显示屏分辨率的。不过，如果对接近显示屏分辨率的游戏启用超分辨率功能，可能会导致类似画面闪烁的问题。所以，实际 GPU 的性能开销和实现的画质效果收益要看 VR 游戏的具体情况。Meta 给了一个简单的对比图，把原来1568×1632渲染分辨率的应用软件放大到1832×1920显示屏分辨率，从左到右分别是默认情况、常规锐化和快捷超分辨率。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快捷超分辨率开启下的画面是最清晰锐利的。快捷超分辨率需要游戏开发者手动开启，添加到自己的游戏中，会在 V55 的 Unity Integration SDK 中提供。目前文章里尚未提及虚化引擎，届时 Unity 的开发者会发现有新的锐化类型设置，就是上文提到的常规锐化和开启快捷超分辨率之后的质量锐化。代表着如果个别游戏在开启质量锐化会产生明显的 GPU 性能成本开销的话，那就可以选择常规锐化来代替。跟 VD 一样，快捷超分辨率同样可以应用在 Meta Quest 的官方 Link 串流上。现在你可以在 Debug Tool 里把串流的 Link Sharpening 设置成常规锐化或者质量锐化。 VD 串流玩游戏时，原本低画质的渲染分辨率是 1728×1824， 中画质渲染分辨率是 2016×2112，但只要你开启 SGSR， 无论你选择低画质还是中画质，渲染分辨率都会以2688×2816来运行。现在不知道快捷的超分辨率的质量锐化到底是同样会提升渲染分辨率，还是单单只是更好的提升了画面的抗锯值。到时候主玩串流的朋友可以对比一下，毕竟锐化也会存在过度的情况。然后 Quest 这两天推送了 V56 的测试版系统，令人惊喜的在虚拟键盘上支持了滑动输入，而且无论是传统的大屏窗口还是触控模式下都可以使用。我自己体验了一遍，可以直接说这是 XR 进场交互下最好的文字输入方案，算是彻底告别了需要在 VR 头显里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慢慢点击来打字的时代了。虽然有些像 iPhone 这样的手机系统键盘也能滑动输入，但是估计很少有人试过。简单说就是类似我们解锁图案的锁屏，只需要快速的在屏幕上滑行勾勒出图案。所以我们现在在快速打字的时候，只需要一次性的在键盘上从 META 快速滑过，就会识别出你是打出了 META 这个单词。因为无论你速度有多快，你从上个字母到下一个字母肯定会有一个瞬间的停顿或者转向，就算中间有错了也没有关系，因为输入法是智能辅助的，它不会完全按照你的滑动路径的字母顺序来显示，而是根据你的路径推算你滑动路径上概率最大的那个词序。如果不对的话，你只要看备选结果重选对的单词就行了。但是因为快速的系统键盘不支持汉语拼音，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习惯滑动输入会有一定的学习门槛期，相当于你输入的时候要心里要默背拼写一遍，然后再盯着键盘小心翼翼的慢慢滑。但对于英文母语者来说，操作习惯起来就很快了。当然使用手势最终在触控模式下，即便是滑动输入久了也是会累手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在触控模式时同时拿着手柄。首先拿着手柄并不影响你进行进场交互，而且比手势最终要来得精确，因为它本质上相当于你是拿着一个空间鼠标。其次就是你启动 VR 游戏时不用再去重新去找 VR 手柄，切换游戏或者应用程序和回到主控室的过程可以快捷无缝。所以我很欣赏 Meta 在 Quest 3上使用无外置跟踪环的全新 Touch Plus 手柄，它会让手柄更小更贴手，尽可能的跟你的手合为一体。而触控模式带来的进场交互也很有可能会是所有做不到像 Vision Pro 那样几乎完美严守一体的头显设备的最优解，毕竟它原则上是跟我们使用手机和平板的过程是完全一致的，让没有接触过 VR 的人也更好接受。在 Quest V56 的测试版系统还有一个大改变，就是触控模式下现在也能同时打开最多3个2D应用程序，之前只能固定一个。但是 Meta 目前没有对多任务试图做任何美化的排版，三个窗口只是很潦草的铺在一个长方形的框框里，非常的丑陋。我希望是未来能够做成类似手机后台切换的那种卡片式效果。Twitter 网友也是做了类似的概念图，主窗口浮在另外两个应用之上，然后无论是上下滑还是左右滑都可以，反正像现在这样无脑铺开显然是太丑了。
那 V56 除了可以在实现性功能开启滑动速度，快速 Pro 也有一个独家选项，就是开启局部调光功能，之前只能通过 ADB 指令来实现，现在终于是给到用户在设置层直接开启的权限。更多关于 V56 的具体更新细节，我们还是要等待正式的公告再一一观察。有一说一，进到2023年来， Meta 是莫名其妙有点走大运，让别人推着把路子越走越顺的意思。首先大刀阔斧的裁员让股票慢慢回涨，然后是自己常年投资看不到回报的 AI 和 XR 业务分别迎来了爆发和关注力，前者在 OpenAI 的引领下让 Meta 在开源 AI 道路上大步踏前，后者因为苹果 Vision Pro 的发布终于让扎克伯格在董事会可以挺直腰板的亏钱。而到了这两个月，当所有人以为 Meta 发布推特竞品这件事是个笑话时，没想到马斯克直接来了个限制浏览量送上了大礼。当然现在远不能说强行捆绑 Instagram 的 Space 已经算是有所收获，但是在上线初的表现确实因为马斯克的骚操作而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只能说竞争者的存在有时候往往不会是一个坏事，它可能分走你的蛋糕，也有可能做大你的蛋糕，毕竟打铁还是需要自身强。 OK，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是陪着 VR 成熟，拎 VR 走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投币转发三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